叫郑超辉，76年，我是温州人，我的职业是高山向导。现在目前国内去登这些8000米以上的山峰的人非常非常多，然后媒体呢也有一些报道，会有一些可能理解上的问题，认为你去登山就要参加一个公司，那么这个公司又给你把路程架好，把营地给你建好，把氧气给你背上去，把食品给你背上去，你在他们的帮助下登顶了，那就是一个攀登雪山。其实不是这样啊，这种情况我们就叫做是商业的攀登啊，他是享受到了协作向导的，还有医疗后勤大部分的这种服务，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登山。我们圈内可能有一个话叫做高海拔旅行者一种特种旅游。真正的登山的意义是要用阿式自由式去完成的。阿尔卑斯式是不借助任何的外力的情况下，小团队的完成这条攀登线路，从底下出发到登顶所有的难点的克服。无协作攀登不等于就是阿式攀登，我跟说了，阿式攀登它里面还有分很纯粹的阿式攀登，然后阿式攀登的时候如果中间撤下来再上去的话就叫自由式攀登，那么无协作攀登我们这次要去做的事情是珠峰的一个无协作攀登，没有借助到向导，没有借助到背夫，然后为什么说跟阿式还有区别呢？那你用到了这些已经设置好的传统线路上的路绳了，借助了别人修的路绳了，那就不算是阿式了。整个过程中你要自己去运输帐篷，运输那个燃料，运输你的食品，然后你要遇到身体状况的有问题，你要医疗也没有人去协助你，遇到一些天气突变你要自己去做判断，继续攀登还是撤退，有没有人可以给你做指引，给你做指导。登山它其实是挑战的是自己，它不是挑战的这个雪山，我这个有多难我要去征服它。其实自然人力是无法抗拒的，它给你来点风，给你下点暴雪你就受不了了，你是抵抗不住的。我们挑战的是内心的自己的一个意志力。失败是你每一次登山都要考虑在内的，就是登山我们从来不以登顶为目的，不一定说以登顶作为成功的标志，那以什么作为标志呢？以你的享受为标志，你享受的是一种你喜欢的攀登的方式去登这座山，那么这个过程中整个攀登的过程中是你最开心的最享受的。你这一项运动如果没有任何风险的话，你平平淡淡的就像去走个路一样，你就毫无乐趣了。那这风险是肯定有的，你要把它控制在你的可承受的范围内。每一个阿式攀登者他都已经做好准备，如果有一天真的你遇到什么事情了，过不去这个坎了，倒在路上了，都会无怨无悔的。家里人还是蛮支持的，没有说你就反对你啊，好危险，别去了。因为我做了20多年了，他们都已经习惯了啊。你登山这个登雪山还是很安全的事情嘛。